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分享的是雅姿城市系列曼谷彩妆的产品课程。那到底这款产品是如何接轨时尚，提升妆效的同时还能解决化妆的难题的呢？接下来啊，咱们呢就先从了解化妆需求开始去学习。相信啊，有很多热爱化妆的女士，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会遇到以下相同的化妆难题。比如经常化妆的千篇一律的妆容，没啥新意吧。又比如要化一个全妆的步骤太多了，用一个小时化出来的妆容啊，可能还不太如意，没啥改善的效果，还不精美呢。大家是不是有相同的心理感受呢？所以啊，现在化妆的消费者啊，就会有一个新的概念，叫轻妆。啥是轻妆呢？指的是既要妆容自然，又能轻松上妆，同时呢，一个产品啊还是多用途的，最核心的还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美呢。大家看，只需要具备轻妆特点的产品都会受到消费者的追捧，这就是消费者的需求。而雅姿城市系列的推出啊，一直以来都是跟随着消费者的趋势需求在变化的。那这回曼谷彩妆又是如何满足这些需求的呢？咱们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学习，那就是以产品的功用结合时尚的趋势，去让消费者明白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给他们带来什么的好处呢？在今年这个冬季，质感和色彩是两大流行的趋势啊。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讲解这两种亮点跟产品的关系。这个质感的关键词啊是光亮感，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光亮感跟我们化妆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啊，肌肤的光泽度、眼睛的神采和嘴唇的饱满度。所以，这种光泽的质感的妆效啊，可以提升人的整体精神，让人看起来更健康，五官又更立体了。那么要介绍的第一款曼谷的彩妆产品是炫光眼影膏。这款产品啊是采用了膏状质地的眼影。为什么是膏状的呢？有些妹子们呢，眼部的油脂分泌过旺盛，那容易晕妆，画好的精致妆容出门一会儿就全部晕开了。这款炫光眼影膏的持妆度啊会比普通的眼影更强，而且呢它的色彩饱和度更高，轻轻的一抹就可以上色，用手指就可以轻松上妆，简单上手，应对各种场景的一个切换。第二款就是我们玫瑰金面部身体高光乳，这可是雅姿首款身体也可以使用的彩妆产品哦。那用在锁骨上、手臂上，能快速的去体现肌肤的质感和形体的苗条感，适合喜欢健身、喜欢秀身材的你们啊。沙滩的聚会、夜店派对，涂上它，让你瞬间闪亮耀眼。那第三款呢是双效美唇笔，这款产品根据亚洲人的唇形特点设计，选用了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五种颜色啊，让你盲选也不踩雷。它的唇笔设计可以当作是唇线笔或者是唇膏笔使用，一笔轻松搞定饱满美丽的唇部妆容。那今年冬季流行的另外一个流行亮点就是色彩，两个颜色，墨绿色和粉紫色。墨绿色是今年流行色的代表之一，那各大派对的现场啊都能看见它的身影，穿上它你就是自信耀眼的派对女王了。而粉紫色呢又是仙气十足的代表，穿上它让你的肌肤啊可以瞬间白一个度啊，做一个仙气十足的小仙女。所以呢，曼谷彩妆跟色彩元素相关的一款产品是色彩眼线笔。看腻了黑色和棕色的眼线呢，觉得眼线太单一太愣了吧，想尝试一下多种颜色的眼线。那么这款色彩眼线笔啊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了，它选用了当季两款时尚的颜色啊，绿色和紫色，搭配不同的妆容使用，让你的眼妆啊充满了个性。它还可以画眼影呢，出门在外一笔搞定整个眼妆。既然画了那么闪耀和富有色彩的眼妆，那接下来就要使用曼谷彩妆里的丰盈美睫打底膏了。
来提升和放大眼睛。首先，它是一款可以搭配任意睫毛膏使用的打底膏，而它的功效就是牵长和浓密我们的睫毛了，是放大眼睛的神器哦。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当夹完睫毛后刷上打底膏，先等待20秒再刷上睫毛，这样既能避免结块又能出效果。那么最后介绍的一款曼谷彩妆啊，是金沙慧灵彩妆盘。许多人呢在日常化妆的时候啊，不爱使用腮红，怕画出浓妆艳抹的感觉。其实啊，腮红是日常减龄的必备神器，只需要轻轻的一扫啊，就能扫出年轻好气色。这款彩妆盘的色调非常的百搭，只需要一盘，根据不同的场合的妆容去风格啊，去挑选不同的腮红颜色，就能画出年轻减龄的腮红了。以上就是这次城市彩妆曼谷系列推出的6款涵盖了唇部、眼部和面部的产品，相信啊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要看这几种产品的妆效了吧。这次曼谷彩妆的主题妆容啊，有2个，炙热暖金妆和青彩春日妆，这可是由我们雅姿和彩妆大师唐毅老师以及 COSMO 时尚杂志联合打造而成。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炙热暖金妆，这款妆容啊，全步骤使用了10款产品，从气垫开始的底妆到最后一步的身体高光乳，让你在这个冬季里啊热情温暖。接下来请大家观看唐毅老师的妆容教学视频。这个冬季沉稳大气的色彩回归，明快又闪耀的炙热暖金妆，让你成为冬日温暖又亮丽的风景。洁面后使用雅姿深层保湿面膜敷脸，也可以在全脸点涂雅姿轻盈防晒隔离乳，并轻轻延展，做好妆前的滋润保护工作。使用雅姿保湿气垫粉底轻拍面部 T 区、眼周和唇周，顺势由内向外延展，逐步向面部轮廓边缘过渡，注意脸部侧面及发际线衔接自然，耳后及脖颈过渡均匀。需要遮瑕的部位如眼底和面颊中央，可以叠加少许雅姿修颜遮瑕液，并轻轻延展均匀。使用雅姿丝绒光感蜜粉进行局部定妆，轻按眉心、 T 区、鼻翼两侧、上下眼睑、卧蚕嘴角等部位进行定妆，注意用量要少，最后用粉扑余粉进行一下过渡即可。用金沙慧颖彩妆盘中的浅色打底，再用深色从睫毛根部开始，围绕着眼睛做弧度性晕染，并强调内外眼角的深度，在眼尾过渡自然。用炫光眼影膏星空紫，集中轻点在眼球中央及内眼角下方，获得清晰立体的光感眼妆，使整个眼妆深邃美艳，具有神秘的金属质感。用无名指腹轻轻拉起眉骨，露出睫毛根部，可以用色彩眼线笔水晶紫色填满整个睫毛根部，眼尾拉长，打造神秘迷人的眼线。先用睫毛夹在睫毛根部和中央夹几下，尽量卷翘每根睫毛。先用丰盈眉睫打底膏轻刷上下睫毛，待干燥后使用3合1亮眼睫毛膏，以 Z 字形由下向上刷出根根分明、绝无粘连、上下清晰灵动的卷翘睫毛。用巴黎美眉眉膏深棕色勾勒眉形，先用眉膏填充缝隙，眉色可以略重，适当强调眉峰，让眉形清晰有型。使用金沙辉影彩妆盘6号色轻刷颧骨附近，塑造立体腮红效果，并在腮红上叠涂4号色，获得动人的高光效果。使用双效美唇笔妆红色勾勒唇形轮廓，再徐徐填色，再用双效美唇笔玫瑰色叠涂在双唇中央，让双唇瞬间丰盈完美，与整个妆容色彩呼应。最后使用玫瑰金面部身体高光乳涂抹于脖颈锁骨，使整个妆容更加闪耀动人。这样一款时尚精致又带着温暖金属感的妆容就大功告成了。搭配色彩沉稳的服饰，聚会派对或参加时尚活动，璀璨耀眼。接下来是青彩春日妆，这款妆容啊，全步骤也是使用了10款产品，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里面使用的产品呢的色号是有区别的。这款妆容呢，也会让你在冬日里仙气十足啊，请看唐毅老师的教学视频吧。
清晨，朦胧的阳光洒在你的脸庞，温柔的橘棕色和太奶色与晨光交相映衬，带来恬淡轻盈的春日幸福时光。洁面后使用少量雅姿玻尿酸 VC 双效精华液轻拍在面部，也可以在眼周、唇周、法令纹等位置使用雅姿修颜遮瑕液轻点并延展推开，可瞬间改善肤色暗沉并完成局部遮瑕。使用少量雅姿雾面持久粉底液轻点在面部 T 区、眼周和唇周，用微潮的刷子或者海绵由内向外轻拍延展，逐步向面廓轮部边缘过渡均匀。注意脸部侧面及发际线衔接自然，耳后和脖颈过渡均匀，整个操作尽量在微潮的面部湿润环境下进行。粉底色号可以选择和肤色接近的自然色即可，也可以使用水气垫完成整个底妆过程。用金沙辉影彩妆盘中的橘色眼影在整个眼窝打底，大面积平铺晕染，再用米白色提亮眼角和眉骨，用炫光眼影膏香槟金色强调眼球中央，并古铜棕轻点眼尾并轻轻推开，形成完美的眼尾形状。用无名指腹轻轻拉起眉骨，露出睫毛根部，用色彩眼线笔保持绿色，描画精致的内眼线，不印太粗，眼尾可拉长并提升，令眼妆更加明亮有力。先用睫毛夹在睫毛根部和中央夹几下，尽量卷翘每根睫毛。先用丰盈眉睫打底膏轻刷上下睫毛，待干燥后使用三合一亮眼睫毛膏以 Z 字形由下向上刷出根根分明、绝无粘连、上下清晰灵动的卷翘睫毛。用巴黎美眉眉膏灰褐色勾勒眉形，再用眉膏轻轻填充缝隙，让眉形清晰自然。用金沙辉影彩妆盘从面部中央开始，由内向外微微斜向上方轻扫腮红，然后用指腹轻拍，渐渐扩散淡开，形成颜色自然且轻盈的腮红效果，也可顺势将少量腮红轻扫在眼周，立刻提升气色。可用双效美唇笔暖橘色先勾勒唇部轮廓，再徐徐填色，可以用双效美唇笔奶茶色轻点中央，达到时髦的渐变唇色，与整个妆容的色彩呼应。最后使用玫瑰金面部身体高光乳涂抹于脖颈锁骨，使整个妆容更加闪耀动人。这样一款感受春日的清新浪漫甜美又俏皮的青彩春日妆就大功告成了，配合穿搭浅色系的少女感着装，出游旅行感受春日的阳光与温暖。好，那么大家既然学习了两个妆容了，最后再分享几招给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需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切换不同的妆容，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帮助您快速换妆。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啊，只需要带上彩妆盘和丰盈美睫打底膏和任意一款睫毛膏啊，就能画出日常所需要的大部分妆容了。如果啊突然间临时需要见客户的话啊，那双效美唇笔和色彩眼线笔一定能帮到你了啊，让你在工作场合也能充满自信啊。如果突然间要约会，再带上炫光眼影膏，精致的妆容啊，透出一丝 bling bling 的小心机，让你在下班后还是保持着时刻的美丽哦。既然学会了如何画出美美的妆容，那就一定要大胆的秀出来，在家里画出精致的妆容之后拍下来发到朋友圈，让大家都能看到你的改变啊。还可以约出三两个好姐妹好朋友啊，聊天的时候分享你的化妆心得，大家一起去学习如何让美丽更进一步。那本次的课程时尚有趣，相信大家学习了那么多的城市彩妆知识啊，必定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时尚乐趣。谢谢观看。